越过此山，真的就能看见我的天下吗？苍天哪，我要如何救这些百姓呢？是曹操军，曹操军快追上来了。怕什么？还来杀那些曹操军，把路让开。经过一场激烈的战争，联合军虽然成功讨伐了董卓，但后汉王朝也已经完全丧失了权威。于是群雄各自怀着野心返回自己的领地。建安十三年，在华北一带建立一大势力的曹操开始率领大军南下进攻荆州，途中所遭遇的是驻守在樊城的刘备。面临空前危机的刘备带着仰慕他的士兵与人民仓皇逃命，对于从后方逼近的曹操军，刘备军却无可匹敌的兵力，只能尽速撤退。曹总为上上之策，保护好百姓，往汉水去。我会死守主公的本队。拿来电货，一只苍蝇都不会给他过。送你上西天。没脸见孟德了。我们也快加油吧。慢着，此路不通。更厉害。
陪你玩玩。输掉了耶！我们也别落后了。全军速来与我会合，共敌曹军。以为打得赢我方的大军，
刘备在此。怎么手到擒来？东西能不被我的铁爪撕裂的哦。这样的撤退也是我的美学。
船，大家要尽量活下去。逆我者亡。刘备在此，让你们知道桃园三结义不是浪得虚名的。
小贼，何必急着来送死？居然挡得住我恶来的攻击！击败敌将！我们也别落后了！击败敌将！天命不能死在这里。